馒头是很多中国人餐桌上的主食之一，特别是在北方地区，要做出松软好吃的馒头，有以下几个要点：一、面团中的水分和面筋含量，需要控制好面团中的水分和面筋含量，通常是水分占面粉重量的 50% 左右，同时面筋含量越高，馒头越有嚼劲，但是过高的面筋含量也可能导致馒头过于硬。二、面团的发酵时间越长，馒头口感越松软，在冬天或者温度较低的环境下，可以将面团发酵时间再延长一些，或者在面团中加入酵母发酵剂，以便面团更好的发酵。三、揉面的力度和时间，揉面的力度和时间也是决定馒头口感的重要因素，需要控制好揉面的力度和时间，以免面筋过多或者过少。四、篮子的选择和馒头的落地方式，将排好馒头的篮子选得好，对馒头口感的影响也很大，而馒头的落地方式也很重要，可以选择将馒头从高处轻轻抛下，使其自由落地，以便让馒头更松软。总之，要制作出口感松软的馒头，需要注意面团水分、面筋含量、发酵、揉面、篮子选择以及馒头落地方式等多个因素。